传统乐器在台上敲击，民众携家带眷铺上野餐垫，席地而坐，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用树莓、山药、绿竹笋当成内馅的马宝烧，还有包入绿竹笋当成内馅的竹笋包，让小朋友一口接着一口，爱不释手。有没有竹笋？有。嗯，你看看，这都里面都是满满的绿竹笋，那我们跟肉包，炒在一起，真的味道很好哦。跟一般的包子不一样，这是我们特地研究出来的。我觉得有我们的绿竹笋可以融入在包子里面，但是它的口味是新鲜，而且又有脆度。众多摊位的美食，绿竹笋、法式蔬菜冻加入马林当地食材，清爽又营养。而用米饭加入树莓、山药做成的竹香稻荷和山药树莓稻荷，最受到民众喜爱。我吃了这个寿司，还有那个类似那个秋葵果冻，秋葵果冻，然后还有那个鸡蛋糕，这边很多美食。还有我们里面就是用豆皮，然后里面是用树莓去做这个饭，然后这要再加上山药跟那个牛蒡汁，对，这个是山药。这一场由二代青农向农业部提出的青年回流计划，在七堵马林地区举办野餐音乐会，邀请了马林在地的青农社区发展协会分享美食，手作文创，邀请民众一起体验。它造基底呀、啊，就是用一些鲜花、干燥花，去层叠的，来放那个花草。我们买了永生花，让大家学你爱的东西。再铺一层，那这个是非常亲肤，而且是合乎我们的肤质的。因为我们马林最主要就是竹笋、山药跟树莓，然后还有蜂蜜。然后因为其实各农友们他们真的蛮辛苦的，然后一直商品一直推广不出去。那今年呢，陆陆续就是所有的年轻人都一起回来加入，所有的商品也越来越多样化。然后我们希望就是说可以把。怎么把在地的食材，然后让它更有创意的去变化？农村的外移其实非常严重，那农村的子弟要留下来其实非常的不多。透过这样活动的这样的方式啊，其实它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特有的很多的特色。就是说不管在料理方面，或者是说一些创意啊文什么文青之类的，其实都可以，就看自己年轻人想要做哪一块。其实它是可以做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就依照自己的兴趣去发展。今年朋友的部分，我们有鼓励青年朋友回游农村就是我们先支持他们有几年的计划，照他们的理想的计划去执行。那我们看到整个基隆的一个农村社区有产业有小农的市集，我们都一直在协助他们在做这种小型的市集的一个展售，然后让他们能够站稳脚步，来发展他们的社区的产业。包括议长童子伟、副议长杨秀玉、市议员曾宜芳、郑文婷、张耿辉及蔡旺莲都出席活动，大力推销七堵的农特产品。我们刚刚来到这边吃了马林三宝，有绿竹笋做出来的，包含我们的饭团，也有包含我们这个类似鸡蛋糕，把我们的特色展现出来。我觉得这就是马东、马林他们农村青年还有我们在地的人展现出来的一个文创的一个优势。我们接下来希望基隆市政府可以发展更多。传说我们基隆有山珍海味，基隆的海产大家都知道，山就在我们的马林、马东，我们出产绿竹笋。七堵区它的山区非常的多，那也希望说我们这个蔡分组长能够重视我们七堵区哦。我们都知道大自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今天我在很多摊位看到说我们在地的资源、在地的活化，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那怎么样鼓励？就是我们青年回乡，来注入在这个这一块土地，继续的回馈这一块土地，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当然也要有所谓的这些经费的来源那怎么样去行销出去，把七堵的美好推动出去，我觉得也需要我们公部门这边的一个协助。马林的农业休闲园区发展到今天，我们应该转型升级成为一个所谓的观光的一个农业。那观光农业也可以透过科技的方式让它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那尤其是观光建设以及观光设备、观光预算的一个争取，才是促使马林农业园区的一个转型跟升级
级的一个契机。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我们马林地区的这个在地青年有新的发展可能性，那也让他们可以从外地回来到马林，继续投入家乡的一个建设跟发展。那我想如果能够这样子做下去的话，马林未来就会充满想象，而且会让许多人都有期待。音乐会结合了马林山区好山好水，在美食和手作体验活动中，让出席的游客感受到马林风情，吃到马林独特的好味道。记者黄少明就用报道。